然后他真的快递一条红内裤给我。有有，是蕾丝的吗？蕾丝的，蕾丝。哦、oh! ，就先目测了。什么目测啊？你好会哦。请我经纪人说，哎、欸，你站在旁边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台。再换另外一条。有买对？有有有有有。穿哦。有啊。哦，真的穿了，然后真的就对啊。还是你先穿拍照给他。我怕被封锁，我怕被封锁。可能先举起来。对，要怎么样讲才可以两边都让大家有一些收获？跟我合作过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很多啊，很多啊，好期待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，我只能讲到这了。对不起。我人生第一个金钟奖是因为前一周，然后他真的快递一条红内裤给我。有有，是蕾丝的吗？蕾丝的，蕾丝。哦、oh! ，我就先目测看看。什么目测、啊？你好会哦，可以目测。然后我请我经纪人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站在旁边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台。”再换另外一条。有买对？有有有有有。真的有穿哦？有啊。哦、oh! ，真的穿了，然后真的就对啊。还是你先穿拍照给他。我怕被封锁，我怕被封锁，可能先取消。对。所以徐富凯会目测腰围这件事吗？就大概看一下啦。那莎莎大概是？哇，腰围还好吧？这个我没有怀孕，我没有吃药。不会，我不是在北南生的啦，又不是内衣阿姨，内衣阿姨，对啊，调教面带子嘛，这样子，就是他很幸，对对，而且他很温暖又很可爱，谢谢，嗯，你是跟嘉宾的一次金钟奖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后来今年是又有人也有给我红内裤，所以我后来就。我没有，我是去之前录一个，反正就是一个宣传，然后没有送我红内裤，我发现好像红内裤真的有用，有用，真假的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之后富凯出一个品牌是红内裤品牌，大就是想买好运的去你那边，然后在你头上再这样挂过香炉，过香炉有用。明珠在明年金曲奖，今年就是没有穿到。对啊，你看你今年没有给他，我等下你刚才给我地址啦，我在那个大概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没在买啦。那个公白口啊，哎，公白酱。如果要请教焦哥的话，你觉得前戏会？前戏，前戏，前戏，不是啦，前戏。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我也是，我可能一百心怀不轨吧，而且还叫前戏。对。肩膀还抖了两下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看我的状况，对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，我觉得如果其实我差不多的话，我就不会去打扰他，对。然后如果我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有地方需要请焦哥，或者是因为其实我不只是会请焦哥啊，我也会像金马奖，我会找宝玉姐啊，然后我会问川哥啊，然后甚至我的平辈们，对。就是我都会，我觉得多一点交流，对，或者是跟搭档们讨论，就是集思广益。我觉得有不同地方来的灵感，小道消息，对，小道消息，然后或者是经验，或者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语境嘛。我觉得多掺杂一些，会让整个主持更丰富。嗯，那明珠会跟焦哥请教吗？这次，因为毕竟焦哥其实他主持这么多年。我们因为现在还没有拿到稿子，还不确定，但真的很谢谢焦哥啦，因为包括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打破了过去红白的记录嘛，能够从原本都是第二名，然后到第一名，所以真的也非常谢谢他。而且去年因为一起主持的关系，才知道哇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很辛苦哎，所以前面我才会跟大家说，真的要把体力练好来，对，所以也很谢谢他。收视率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压力吗？对啊，因为你怎么摇头了？啊，我们去年第一名哎、欸！哦啊，我们要听，要跟说话内容，压力不在我身上吧？只是，没有大家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同一艘船上。对啊，所以对，所以因为我觉得像以前，你看小燕姐、哈林哥嘛，然后他们可能感觉要扛所有的事情，但我觉得现在的。年代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分担，就不用所有事情都落在一个人身上，他也累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，是讲好听啊，讲难听就是大家一起分一分，分出来给我，对啊，对对，大家一起扛啊，对。但其实我也不担心，因为其实卡斯真的很坚强啊，就是我都一直觉得像演唱会啊、典礼这些。
其实不是要看主持人，我们是要看歌手表演，嗯、我们要看内容、嗯，然后我们只是穿针引线的。嗯、对，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把自己放成是重点，只是刚好今天有个记者会，然后我们说我们是我们喽，然后今年是我们扛下这个责任，但。到时候卡司一公布，你们就会觉得 OK 了，第一名了，哎，真的。往年交歌都会开就动私交去请一些真的很难请的大咖，那你啊，可是因为他也很资深啊，还有那些大咖朋友，我的朋友都在这里了。我们都来了，我们大咖吗？来了，不是，你都是最大咖的。对，那你就是为了就是卡司啊，会特别去练一些其他的语言吗？你说有还没有呢？我能分辨你这个问题哦，我会练其他语言，而且练蛮多国的啊、哦，不止一种哦。啊，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韩文、客家话，其实都要有。好的啊，我话就说到这儿了，椅子要弹走了。真的啦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我真的是对不起，这礼拜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哈。第一次来嘛，那个大家很期待的一个团体，为什么第一次来台湾？我不知道哎。他知道他不能走。嗯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忘了，我被忘记了。他最近太累了，对，累了。他刚才头被打到，所以失忆。辫子太长了，好重哦，都流走了，流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还回应？因为右前方有一个那种杀气，就冷箭，咻咻咻咻，对，太多了，要被扣钱了。那除了国际，除了国际的那个嘉宾之外，那。国内的，我们自己的看点、看头哦，有，知道怎么讲呢？就是严重性，严重。然后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要怎么样讲才可以两边都让大家有一些收获？跟我合作过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很多，哇，太多了啦，很多啊。是哪方面合作过？到这了，到这了，到这了，到这了。到这了你看他说好像没讲一样 ，OK， 好像没讲，反正陆陆续续啦。好期待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，我只能讲到这了。对不起，对对对，明后天陆陆续续。那我已经跟明珠知道一些合作，有没有私下练习啊，就是交流日情？我们俩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从金曲之后，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络，包括在今年金钟奖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俩都有入围嘛，对对对，他就一直说，我跟你说你会得奖，你一定会得奖，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就是会得奖这样。然后，因为我那一组是陈明章老师啊，他也是听到陈明，陈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陈明。对，因为陈明章老师那组那个节目也很值得得奖，但是因为我们讲说是陈明珠，而且你知道我已经站起来了，你站起来了，对，老师前一趴在睡觉，他说明珠啊，下面要是如果得奖的话，你上去就说好好好，前面已经困起啊呢，第二趴上，你看明珠哇，你看笑笑了，但笑笑了，但是哦还抖出陈明章在睡觉，小心他，要小心他，这个女孩子，那客家女孩子。陈明章，就我们两个互相挺，而且有默契啊。对，所以要再一次合作，终于就觉得很熟悉啦。对，默契已经非常。